带您关心宜兰台七线94.5公里处的最新情况。只见山壁边大量水势像小瀑布般汹涌冲刷下来，一旁小水沟也出现小涌泉，湍急水流从上方一路冲下来，影响交通，行经车辆溅起水花。一旁边坡土石坍方滑落，大量土石夹杂树枝堆积在道路上，经过工程单位努力抢修，目前采单向通行。另外，昨晚苏澳镇山区也传出土石流状况，苏南公路山侧坡面土石整个崩落，边坡整个光秃秃，大量土石全积在道路上，双向车道受阻无法通行。原警也赶到场检视现场状况，公路段则力拼下午要抢通。苏澳大雨下不停，百米溪上游也出现溪水暴涨情形，滚滚泥流不断冲刷，提醒民众山区状况多，尽量别靠近山区。